谁是陈念啊？陈念，你看过野生动物的眼睛吗？陈念，在他们被抓被杀之前，没有表情，什么都没有，跟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有点像。有看到人吗？去他家。当时因为他心里害怕。闪婚妹都闭嘴，认真点。陈念，你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少？人长大了才学会同情，只是不好的你都忘了。那么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样是错的吗？陈念，但是这个世界很复杂，以后就会懂的。你不懂。高考完我就变成大人了，但是从来没有一节课教会我们如何变成大人。从容的微笑，成见，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没有人会为另一个人毁掉自己的所有。我和你不会，但他们还是少年。喂，打我，别放我的，别动，成见。怕吗？你相信我吗？再见，对不对？